多少钱？好吃的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 Valerie， 这是我的中国朋友叫小丁。小丁，我称呼他新哥，新哥。谢谢。你来自哪里呀？我来自山东。山东济南。山东济南。然后这个视频里，我们俩带你们去看成都，然后办一些业务。首先我要办一个电话卡，然后第二个任务办一个中国银行卡。祝我成功。再来再来再来，继续继续。来，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外国人到中国第一件事要办电话卡，最好是在机场里面。在机场会更那个收取更快一些。来办电话卡啦！这是我的导游，他会帮我的。谢谢，请。刚才办电话卡失败了。因为他们没有，就是对我来说足够的流量，我还要上网课。中国好发达呀，用支付宝扫一下就能进站哦，多方便啊！折叠小凳，这个叫如翔随俗。哇，中国的电车越来越多，看这些绿色牌子的都是电动车。我怎么感觉这些所有的电动车都很豪华呀？因为是国产。哇，这个青年旅社好好呀。你要用你的房卡才能去你的女生楼层或者男生楼层，这样。要入住啦，在这里都是女生，很安全。哇，这里还可以洗衣服，真好。男生不能进去，爱了爱了。哇，挺干净。熊猫出来喽！今天晚上我们来吃素食自助餐，叫万物美。我们来的比较晚，所以吃的快没了，很少。看看，有包子，有很多蔬菜哦，有地瓜。哇，抢了很多呀！你看吃的那么干净啊，好吃吗？成都到处都是熊猫。今天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第一个任务是办电话卡，然后第二个是银行卡。银行卡，对，我已经有了银行卡，我只要解锁就行了。先买个早餐。哇，你真是个游客的样子呀！到成都。你吃一个。我也要了两个。哦，中国有这么多好看的店，哎呀，吓到你了是吧？哇，有这么多甜点，这算是甜点吗？糕点。心里乐开花了。心里乐开花了。乐开花是吧？心里乐开花。对。心里乐开花了吗你？是的，我在成都，我的心里。乐开花了。成功了，现在我有中国的电话卡，是中国联通通信。然后我充了100人民币，一
100人民币是20GB 的流量，可以生活了，可以自由生活了，耶！哇，成都好好看哦！到中国银行了，到时间办第二个业务了。我的银行卡5年多都没用过，失败，办业务失败。这里的人员不会办业务，他们让我们去更大一点的中国银行营业部，是吧？营业部。哎呀，老外在中国生活还有很多困难，太难了。我们先去吃饺子，得叫王。小姑姑这张饺子，我最爱吃的。你们看，我们来的这么大的一家中国银行，希望在这里能办我的业务。哎，祝我成功！这么大的一家。One hour later. 需要帮忙，解锁我的银行卡。1 hour later. 办了3个多小时的业务，还没办完。1 hour later. 看大家都下班了，没人了，只有2个老外。就在大街上跑一跑。但是到了比较好看的文殊院，对吧？对，文殊院。文殊院，我们去看看呗。哇，这个墙好好看，要很多很多人在拍照。多少钱？我们两个人，我会推荐你拍这种大的，大的是20一张。20一张，哇，好好看，谢谢。他们是在采耳朵，真的很吓人的，我感觉。哎呀，小熊猫，小熊猫，我不要，我要把你吃掉。文殊院附近还有一家素食店，叫素山，素山面素食。我们今天去尝一尝。哇，挺小的。这个叫干拌炒手，对吧？尝一尝。嗯，是全素的。对，馄饨。对，北方叫馄饨。我以为这个是面条。啊，北方叫馄饨，南方叫抄手。还有像我们在素食店认识了一个新朋友。高哥，哦，不要叫小高就可以了。高哥好，小高，我现在就要录了吗？老高，我现在就要录了，已经在录了是吗？对，小高，你是吃素的是吗？对的。你吃素多久了？不到半年。不到半年。那你最初为什么选择吃素啊？机缘巧合吧，可能就是有这样的。老天就有这样的安排吧，然后对，就这样，我觉得也会我很喜欢这个答案。对，也会有一些对，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环境，对自己还是对包括环境，周围的环境，对，感谢阿姨给我们做好吃的，这就是熊猫症，到处都是熊猫，那边也是熊猫，看一下，哎，那你屁股。等会儿，行，喝16只。这个视频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好吧？然后下一个视频会更有趣，我带你们去成都最好吃的5个素食店，别忘点赞关注哦。